What?直接进来反这个号，双方还想在遛鸟，这边大做文章，吃了你一个鸟算一只，拿了两只，还想再戳一只，三只，现在没有中计，他是我们要玉石俱焚的，我们一起爆，然后九头过来看，鸟呢？鸟呢？石头呢？你知道吗？他看起来很尴尬，还有东西呢？这边没有，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，这让嘉伟很好优势往前 EQ 直接串打出电刑，而且贴在九筒位置，九筒一个肚子没办法过去，只能交闪出旁边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后期已经是无敌啊！先看一下下方嘲讽留住纳迪鲁斯，后续的伤害不足，不过九筒用掠食者已经往前的目标，就看一下这个辅助有没有被留住，那就是选择不交闪了，知道自己死定了。双方打野见面，我一个扫野、朝着胜进来，然后九筒炸吧，九筒炸回，把这个嘉文炸回来，嘉文盖住之后 ，EQ 的这个技能交法有点乖啊，交了闪现，还有一段吗？还有第二段，往前追击，再一个落之苦，哇，他是交，他的伤害的差距很明显，阿卡丽被打破。换线来看一下有没有绝做事哦，是可以让凯莎飞起来的哦，一头撞巨火被踹到之后飞起来的凯莎飞到后排，直接包抄圣套了一个并肩作战，想要落地，所以加了闪现的一个二煞师。圣说抱歉，我后退了。闪去哪里了？你闪现让圣下来，但圣跑了。哦，这边是直接出来，哎，你不知道自己蹲在眼上，我完蛋了。要被贴近墙，终于敲到，就在后面来造机，这是钓鱼吗？杀能撑住吗？不行，被秒杀。今年他们经济差距是差不多，而且是入线两天装强势起的时候硬开呢。来看，哇哟，这是直接硬开，包括九筒这一炸，直接把嘉文给炸回来。远方进场交出惊人，惊人结束之后的胜，还有个阿卡丽 TP 过来做保护，反身阿卡丽一个进场留住的是硬盆，再一个九筒肚子，他来到一个好的位置，在左边输出但被阿卡丽给直接抓掉了。嘉文没有抬头进场攻坚，前排只能靠柔一，柔一在前面做收头，先收下陆先，再抢到好位置，下一个 TP 来到是二萨斯，兵不血链挂上，想要尝试触发复活，但被对面惊人给 bait 在前面位置一刀斩下，复活开启，有机会开始追击，沉醉魔影被睡到，但他复活正在起来。柔一右边正在秀牙膏，再做输出，嘉文用一己之力让柔一打出机会，哇呀！这边嘉文倒下，不过三眼狙追击能力，柔一也交出闪现，再拿了一个闪现之后，闪现再一炮，哇塞！拿下了一个 triple， 火龙声响已经出现，倒下之后右边位置三眼一个人扛对面所有伤害，反正再一个开车，直接将对面一分为二，右边位置被限制的圣已经融化，而且这一个强冲击敲在了后排路线，没办法输出，三眼继续追着二杀死打。这波没有边线压力的情况下，三人在前面弹出了所有伤害，金洞有机会继续追击，嘉文的一个 EQ 串加缓速，直接把二杀子给留在原地。二杀子交进的希望队友被杀，赶紧选择进场。这边有一个烟雾弹拖了一点时间，二杀子反杀的输出一个扫二段，将嘉文给击杀在烟雾里面，把三人再给打倒。而只能柔一往前一跳，用一个普攻打凯撒的伤害，将路线给收下之后，有机会继续追击。右边位置，京东打风还想继续追，窄口区封锁，但 DPL 这场退得可快，哇、哦，用九级当掩护，对，硬是没有被勾下来，一直躲，而且右边、欸、我先交给金人庆祝一下，准备逃走。这边如果再多 take 一点伤害的话，他自由可能他要 要跑了吧？他 R 要不要交呢？ R 要走了， R 要走了，哇，被敲到，来不及了。金人一段，还有 R 一段，他有点贪啊。闪现还没转好，那这边应该走不掉了。他为什么速度还是挺快的？单靠凯莎现在的一个装备，对面无法承受。陈胜峰又睡到一套打残，后面路线滑进来挡住了凯莎的一个一技能反身击掌，这一次 BQ 了秀了起来。我很兴奋，所以凯莎被我击杀，在前面套着圣的一个护盾，继续输出，让二杀师的复活已经可以挺起往前，想要尝试再杀一个纳蒂鲁斯，但被 CC 给限制，被打出复活。
后面位置正在等待复活的空间，起来瞬间用异技能过墙来到蓝 buff 区，不过容易直接以一个星辉掰转不进去了，直接越过对方的前排哦，哇，真的是非常夸张。这边是美辽塔，也是目标就只有 imp 上是没有闪现，所以这边直接闪现跟上去之后，而且你看到惊人起来之后 ，Pelly 非常聪明，在极度残血的情况下再过去套一个大绝在他身上，所以这一波 Biko 甚至是没有倒的。哇，这个路线啊，估计有三四月啊，哇，他这个滑的，你顶不住哎、欸，对。 真的非艺高人难搭的操作，因为其实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哦，他也没有什么扭什么走位，也没有什么各种 A， 可他就是有这样的判断，知道你OP勾到一套，不过有个影子，三人这边撞上只能是无形的打到，这是室友，我们看不到阿卡丽，镜头有点看不到，就这一招，看到欧影三恩并没有倒下，交出闪现之后，这组脸扫加入血盾反身盖这个 EQ 再探出来之后，凯撒反身将二杀子给收下，这一波是还有操作机会的，有没有位置容易出来被一套打到？ 我半血了，这波柔一下没有输出空间，不过巴龙快要掉了。之前的已经血掉，左边进场阿卡丽烟雾弹里面直接被大地武士给勾到 ，EQ 串起来，这伤害打不到。嘉文选择啊，加这个阿卡丽选择出来 ，RQ 是往后退的情况下 ，TB 龙没得打了。对，这边好像有点太冲动了，他是选择直接去盯对方的凯撒，可是这边他在烟雾弹当中是中到两招非常重要的。哎，冰河龙还想秀，哦，他在最前面，他路线在最前面射，他还想走，他不想退。 赢，伊比罗非常沉稳，选择不守，再次被追到，但是被吃到一波弟弟根本不能动，直接被秒了。加完反正盖住左边三人路线，靠着自己的冷酷劲力划了出来，但打不出足够伤害。纳蒂鲁斯再次勾到右边的肾，跟阿卡丽这一个保护阿卡丽起来，瞬间交出闪现，但这一边肾跑不掉，阿卡丽反正又被又勾，纳蒂鲁斯连三勾啊，连三拉三打出了一个完美的团战。哇，这纳蒂鲁斯最后。 狂勾不止啊！对，DB有靠操作，但是接力局这边也是靠操作。绿毛在最后一波会再次，完全是一以一敌全部哦，用三个连续的勾，而且是三个勾都算是蛮有难度的，特别是第一个勾到对方的这个二杀这个勾。好的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，我们邀请到的是绿毛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跟哈皮一起进入哈皮的欢乐时光。首先要恭喜的是 LPL 拿下了首胜，也恭喜京东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我想问一问绿毛，因为这是你们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嘛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觉得紧张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没有特别紧张，然后感觉打得挺亢奋的那种感觉。很亢奋吗？可能是大赛型选手哦，而且今天对战的 DBL 战队呢，其实是一支非常凶猛的队伍，而且有很多国际赛的经验嘛。你觉得跟他们交手下来，感觉怎么样？你觉得他们打法风格还适应吗？ 我觉得他们这支队是挺会打架的队伍，然后恰好我们也不逊，在这方面不逊他们嘛，然后我们也挺愿意跟他们打的，但是他们会被我们套路到很多东西，所以他就输在这儿吧。哇，所以说是做了很多的功课，而确实他们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 LPL 这种打架的打法。那同样的，看到在BP阶段的时候，你的成名或者是拿手英雄稻草人被搬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没有觉得还蛮开心的？至少占了一个班位。当时我看他搬这个的时候，我就斜着脸笑了一下，就觉得也不算惊讶吧，因为我觉得我玩这个英雄就没有什么好 counter 我的英雄就我这什么都不怕。而且他们下路选的是圣家卢锡安嘛，蛮久不见了。你对这个下路组合怎么评价呢？这两个组合就是完全是为了对线，然后让圣支援而选出来，就是因为他对线也挺强的，然后六级以后可以看着上面打，就为了这些而选的吧，应该是。那之后我看到团战当中，尤其是有一波，就是你们在上路好几个人就是建模在眼上面站着嘛，在草丛里，你们好像在配合他表演，我视若无睹，视若无见。但是当时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因为就是我们是看着他的，我知道。 我感觉他不知道那里有人，然后我们就在那儿演，然后想等黄子过来直接把他秒掉，因为他后面的人也在支援，然后我们在那儿演，然后黄子过来我就把他秒了。所以说配合的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在大龙区有一波团战，就是你可能中途是进入水泉休息了，不过你好像在镜头当中当时给了一个你的第一视角，你很冷静的喊了 nice， 是你早就知道这波团一定会赢吗？因为我相信我的队友应该能打赢他们嘛，就我因为我觉得第一把要打的。 有气势，不能没有那么就是没见过世面那种感觉。所以说气势打出来了，信心也打出来了。那下一场比赛会对战的是格里芬战队，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？还好吧，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次我们挑战两支队伍都是就是。
他们赛区的第一名嘛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只需要打好自己的，我们打得不丢脸，为 LPL 争光就行了。哇，所以说肩上的担子很重，但是会负重前行嘛。那接下来下一场比赛呢，也是我们的兄弟战队 FunPlus 会上场了，有什么想跟他们喊话的吗？反正宇宙第一战队 FunPlus 加油吧，我看好你们，你们一定会为我们拿下 LPL 的冠军。哇，你开始了，可以非常感谢我们左老板的这一个祝福。同时知道你前两天是过生日了吗？你在这边过生日感觉怎么样？吃到好吃的了吗？挺习惯的，因为最近也挺喜欢吃韩国的就食物的，然后就过得挺开心的吧。嗯，而且看到 Clyde 好像是有过来蹭蛋糕是吗？是你请他吃的，还是说他只是偶尔过来蹭蹭吃的？我们就叫他下来，因为我们都训练赛完了，然后就叫他下来一起吃个蛋糕，因为毕竟 S8 的 JDG 也团圆的，然后就叫他下来一起吃个饭，然后拍个照吧。老朋友的相聚肯定是非常感动的。那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是来自哈皮潮玩社区水友的提问，他想问你在微博上有回复一个无需言语，无尽浪漫，无限可能的夜晚，这句话当中说到的浪漫的夜晚，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夜晚？什么样的夜晚算是浪漫呢？就是三个小男孩一起打游戏就挺浪漫的吧。哇，所以说电竞男孩的夜晚应该就是一起打游戏开黑，或者是打训练赛就挺浪漫的。好了，我们的赛后采访呢就先到此告一段落，我们的 LPL 战队呢。